是我听姐妹的时候啊，就是脑中会很有画面，就是很有那种，就是可能春天的野外，然后就让我想要去写一首关于旅行的歌。我们常常就是生活很忙的时候，会很渴望可以去旅行，但是因为被工作绑住啊，就不可能说走就走这样。然后像我朋友他用的方式，就是他在每天睡前十分钟的时候，然后他会打开一本设计书，然后上面都是法国的咖啡馆，然后他就用想象力去旅行这样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旅行的方式叫做第六感旅行，就写了这首歌曲。Shout